开平花园，找店已经烧了半个小时了。第一次见到这种，好危险，快一个钟了，楼上人估计吓死了，这个好恐怖啊，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，好危险啊。有可能是电动车充电的，消防都没有办法，这个东西不是要断电了，它总电一断不就完了吗？烧了一个小时了，这个哇好恐怖啊，这个我估计楼上的人都吓得瑟瑟发抖啊，好恐怖啊。哎，这个总闸关了不就行了吗？它这个总闸在哪里？哇靠，这个太恐怖了。消防都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好恐怖啊，这个。现在烧不着了。这关电就行了吗？这个电不知道怎么关啊。打电话给供电局。打供电局，这必须打供电局。已经打了，就先断电，你消防的才开不上啊。你消防队这种情况你不敢喷水啊，一喷水就麻烦了。我知道，管子全部拉好了。还不能接近。有没有电工？电表房子关了。现在还是在消防。一样的。楼上楼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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